哎，大家好，这是 Nix，为了来 Elden Ring DLC 的游戏开黄视频。上期呢是好像我记得在老府古遗迹东边的这个萤火，好像是过桥，然后这边有一个火巨人，杀完之后呢，在这边这个遗迹内部是进行了探索。可以说不愧是古遗迹嘛，是比较混乱。各种各样的楼层，然后再加上四处都可以探，所以说目前是不是特别的能清楚我们一个前进的方向是哪里？之前应该是来到了这个，好像一开始在楼下这么着拐进去是可以看见这边有一个被封印的封场，现在是探了一圈之后呢，是来到了封场的上方，但是还没有发现封印的那个东西。估计就先探一圈儿。那好像这么着就快速就冲过来了，好像挺厉害这个怪，还是好厉害。哦，伤害这么高，把血加满。然后我想加个 buff，但是估计是来不及了。这个智商是这么设计的吗？你要是说这么设计的，我就先等。这个智商不愧是，还有只狗，这还是只大狗。你掉了个白的东西，这好像是流血时增加伤害。为什么没有在我最近获得的物品中？这个玩意儿提升物理攻击力跟感应，是因为它满了，所以说没有判定成新的物品。但这是哪儿？楼上还有路。这是我那个火巨人，我的那个地儿吗？好像是。之前探到一半，由于是需要截线，所以时间不小心弄到晚上了。这边发现真的是好黑呀！基础游戏其实感觉还好，因为它有很多的。可能至少有那个什么黄金树，然后有点月光。这边真的就是连月光都没有。这是我绕了一圈，应该是这个地方我绕了一圈绕回来了。这前面那个楼梯，我猜应该是前进道路。这个里边我再探一探，看看有没有其他的东西。好像是没有。没有的话呢，我走另外一条路。这应该是我电梯上来后这么走，是应该是能跑到之前看的那个楼梯的位置。这是这个楼梯，就等于是这边是什么怪都没有，那边是给你一个什么帮助你流血 build 加伤害的那个东西。这个里边是，这是又进遗迹了吗？前面又是什么？有个亭子。啊？山顶上还有，这是城墙上？
这是好像是在城墙上，但它站的是一个山顶，有一个那个怪，然后那是一个灵灰，好像叫。哦，这个地儿下来还有一只怪，好吧，下去是能回来。这里边呢，这我想要一个萤火，现在看了这么久，就什么东西都没有。看这个样子，好像是这个地儿高一点，这个下边我还是没有这个风场。那边是开阔的东西，我觉得先等一等，我先去探这个里边，还是说这个风场实际上我是给 miss 了，因为它现在太黑。算了，我直接先探那个里边吧。这些怪，换上几。我可能 buff 一下，这怪还是攻击力挺烦的，如果最好是能一下给它秒掉，秒不掉，两下死也行。没有其他怪了，这可以上来就一个电梯。先让他走着，这个地儿呢，这个地板果然是剩一只怪了啊！等我这一个蓄力的匹马，那个攻击还不敌两个平砍，伤害要高。叫肢体动作，真的假的？我主要是我在这儿没有遇见过肢体动作，我只有这个。我觉得是假的，或者说是我还没有获得。这个地儿有可能是解封场的吗？我就出来了。那远处是一个箱子，这是什么？腐败壶，腐败壶需要这个花蕾，还有一个花蕾。这个上面还有路，要冲过去。没有桥，这还有什么？
这儿有一个，我先不过去。这儿有一个电梯，那个电梯，我之前以为那个电梯是前进方向，现在这么看看，可能那是一个选择的东西。没有看后边。刚才那么看应该是不太科学的，因为那个电梯已经下去了，不过就这样吧。路还挺多。这是出去了。不好。这就需要把 buff 补全才能把他们两下死。那个人为什么还这有点危险啊。我冲过去，这是个墙角，我不太清楚里面还有没有更多的怪。红丝枪，这个不是有个战机还是一个什么武器是？这是个祷告，之前是有祷告吗？我们这基础游戏中已经见过这招了，粘性。花蕾圣女是谁？等于可以去楼可以去楼上。这是出去之后可以跟之前我看的那个地儿联系起来。还是说我现在看的那个地儿是我之前看的那个，啊，是更低的一层。哦，这边可以，好黑啊！天哪，我觉得我就不探了，这边实在是黑的，非常影响心情。接着去这个遗迹里边，反正就是黑的，外边是黑天白天是无所谓的。哎呀，真不容易。嗯，这是个 boss。经验值有点不多不少，我也是不太清楚该怎么办。这儿还有个 NPC 召唤，落叶，好吧。好像亮起来了，好像是天亮起来了。那我估计出去探一探野外的户外的东西。里面为什么这么蓝？这是我的错觉吗？哦，这是这个地儿，而且这好像是个主线 boss， 它的萤火是带那个指引的。那估计是等一等了，我先把前面的这些选择性东西给探探。最主要的是现在有一个那个风场还没有解锁。
这个地儿上来就是拐个弯去 boss 的，没有其他的路了。这边你们之前是怎么出去来的？这么出去？这么出去？你前面一个那个战士，我是跳跃攻击是吧？啊，还跟我之前那个不一样。我也打了。这个跟我之前遇的那个不一样啊，这个。这个我记得就是找的背后。这个我不明白。不明白。而且我之前没有用戟打过这个怪，我发现比较好打的还是那个剑好打。等于是你刚才用的那个技能。我猜还是这个怪的攻击它段数太多了，实在是不太清楚什么时候停下来。所以是那个比较快的叫什么轻大剑，应该是周围的追两刀是更适合。一个祷告行走还可以持续释放33，我是这么来的，然后那边可以上去。这个地儿可能是一个死胡同。那边为什么看着很蓝，我就不明白。这地儿我没有来过。而且电梯并不是锁着的，但是这是去楼下的，这不是去那个城墙上面的。下边可以走。等于这边我打了个那个角战士，掉了个施法东西，好像是这边还可以走一走，看地图好像也是死胡同。那是个什么？那是那个蜂场吗？终于是找到了。就等于是我先下去看一眼，可以去那边了。这要去哪儿？
这是我刚解锁的地儿吧？这是我刚解锁的地儿啊，就那边。可以去这边，然后那个地儿，哦，这是我之前出去可以那么走的。哦，这个楼下，哎，这个楼下是我一开始出来的那个地儿吧？果然恶心你，还好不是特恶心，给的不是完全没有用的东西。这楼下是我躲巨人的跳下去的那个地方，可以，这儿应该没东西了。这个楼梯爬上去应该是你的主要目的。这有什么？有个箱子。不是陷阱。我应该有它的降级版，免疫健壮。哦，这是一个全提升的。连这个免疫脚架我目前还没有拿到。这个可以带两个吗？可以带两个。要是我懒的话，我可以只带这么一个。那这是什么效果？加100，全抗性加100，这是加了200多。可以，至少是一个有用的饰品，没有白来。那等于是接下来我这么着是回不去的吧？那边那个隐藏的桥，我猜我只能从那边走。但是呢，我应该是可以跳下去。我不太清楚从这个地儿我能不能去到那边那个塔上。还是说这个地儿是只能是你从那个塔上往下跳？那我怎么回去呢？可以这么回去。我猜可能这个地儿只能往下跳。好像是只能往下跳，那就是回去的话是这条路。这边是哪儿？哦，这是那个蜂场，好吧，那应该是都联系上了。就等于我这个蜂场，如果我找好一个角度，能不能跳上去？可以。跟前面这是个什么玩意儿？我离远了看以为是个箱子，但现在看是一个不一样的东西。这是什么？没有用？很可能是武器。你拿的这个武器是个……攻击是没有用的。我需要更多有用的信息。这两个排泄物就是玩家以为没有用，但是这么设计出来肯定是有用的。这个就不要信了。这些东西是什么？
讯息。枪有用道具，我肯定是 miss 了什么，回去吧。等于是现在差什么？这个风场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捷径，但是现在好像离这有点远，我这么跳就估计就摔死了。这边应该没事儿，还是有点高，1000块钱。看一下，等于是一开始的这边我还没有走过，我可以这么走一走。可能是楼上有一个，我记得当时楼上有一个亭子。这个鹿是怎么死的？他是被之前那个火巨人 AOE 踩死的，那么远。这儿又是哪儿？这边的探索就是没有萤火，然后突然好多好多的萤火。西方，这算南方？这个遗迹究竟是哪儿？东边、西边，这个是遗迹吗？这也不对啊。这是什么？花蕾教堂。我之前是在哪儿还有个电梯是吧？前有狗，那个树里面是，那是个狗吗？离得太远看不清。那边那个光是什么？我现在看的是什么地儿？就这个城。就等于这儿又一个新的遗迹了，这个我估计就不探了，我把之前探的那边那个路上的一些东西我要给它补上。什么？两只鹿，刚才我以为是一个生物。水帘洞刚才没有检查，没有。这样应该，这个一层应该就是，你要想探的话，应该就是从这边走过去，是这么走吗？对，是这么走。就等于是走了一大圈之后，那个风场实际上是一个捷径。这地儿天突然亮了，就不认识了。这是那个楼下的那个亭子，是我之前没有探的地儿是吧？应该不高。有点高。我怎么能去下面那层呢？这是这个遗迹，我是这么过来的，但是算了，还是这么走吧。
这个地儿是我当时上了个楼梯，我记得是，对，这边上个楼梯过来的。就这个蜂场，我猜可能你上完之后，我往这个方向跳应该没有事儿。我刚才跳那个方向，因为是楼上，就是我现在头顶上还有一个东西。刚才我是往上跳的时候看见了这个玩意儿，好在不是特别的珍贵的一个素材。给那个蜂场，我觉得你利用好了，这边你走就是去不同的地方还是非常方便的。这样看一下吧，这个是之前的，这应该算2层，总之是没有碳的那个亭子。我换个这个之前我是感觉上更好打一些，可能这么一个样子。我直接打死他！天哪！刚才是发生什么？我被他攻击硬直，我一直滚不出来，我是一直被他连。我猜这个怪他是弱穿刺，人是弱穿刺。刚才我的这一个攻击打了1500，然后我拿这个。你可以看这个攻击是1700，比我的这个剑要高很多，但是它没有伤害啊。之前打才打900多还是多少？速度比我想要快，好像是这还是太难。这个就是快，你打一下，然后让他打，然后再打，但还是很难学。这个我发现整个系列中，我就是弱这种双持的怪，但是一旦舞起来，我就看不懂。等于是这是第一个亭子，好像前面还有亭子。然后这个里面还有东西。我是不是可以升级这个了？什么东西？这是我之前好像造了一个什么？这个玩意儿吗？火精灵石。没有搞懂他，我打了他，结果他不知道攻击来的方向是吗？然后这里边又是一个遗迹了，这个就有点太可怕了。但是之前是在哪？是在这个地儿吗？这个地儿是有一个电梯，好像是还是哪有个电梯？我猜是不是那两个是相通的？进这个遗迹前，我把这边的这个东西再看一看。这个亭子里没有东西。我天哪！吓死我了！你在那边，好吧。现在进战斗了，那就没辙了。我想知道这下边是什么，但是你捣乱了。现在呢？现在还在战斗。
我估计我可能要进这个遗迹里边去。还在战斗，算了，那我就直接探这个遗迹吧。那边那个东西，那巨人他也现在还在射我。这是两个入口，两个入口。我从这个入口贴着左手边探。但是前面有一个往下走的区域，这边的这个左手呢，什么玩意儿？我天！巴拿刚的那个是，砍刀。这个位移太大了，倒是认识了一些技能，但是依然是有些攻击就搞不懂。而刚才那只怪我觉得好打的一个原因是它并没有一直在肉搏你，它有一些法术，它施法的时候反倒是就是给了你喘息的时间。这是我之前说的那个地儿吗？差不多这个是联系起来了，确认一下。这是一个，洞穴。这边出去是哪儿？是高处，但是这个教堂的门口是我走一个遗迹出来的。这是一个水，那边好像是一个门，那边好像是一个门。这边是我当时沿着左手边探了一圈都完了，这个下楼的东西是当时没有探。那是狗吗？还是什么东西？啊？这个武器刚才就是有时候会 miss， 我也是不太明白是。应该是都联系起来了，就是这儿一个门，这儿一个门。这全是一个选择的东西，就是你可以这么着上去，但现在问题是这个城墙怎么去？那边还有，会是我打完这个吗？整个这边遗迹的东西应该是探完了，还有这个东西是
这个遗迹里面有我能上这个城墙的东西。之前有个巨人，我是想往下边扔一个石头，我想或者说我想开地图看看那边我能往下跳，跳到什么位置，但是被那个巨人给影响了。这个地儿，这个就是那个的下方。天，我就直接升跳了。这就是下边，好吧？进战斗了。等于现在还不太明白的是，这个遗迹的楼顶能不能去，能不能把那个巨人给打了？话说这个地儿去不了，我还在战斗，天哪！还说我需要把那边那个 boss 给打了。啊，是这么走？这么走？这地儿明显是会更高哦，这个地儿我没有去过，好吧，那就看一看这边。但这边是往下呀，话说可能你走到下边之后有一个楼梯，这可以下去，但是这个马直接给我自动的防止跌落了。之前是这个地儿，关上！天哪！直着走，怎么跳？楼下应该太高，我可能要沿着这个东西走一走先。这个地儿不要给我来个什么巨人射击什么的。那是一个电梯，那边还可以过去。这应该是去我先上去看一眼，如果官方好心会给我个萤火，如果是不好心的话呢，我就要没有萤火的碳了。好心，还好。但这又是哪儿？古遗迹的大楼梯？哪儿有楼梯？这个城墙吗？那个巨人好像在拉弓。那巨人射了，好吧，那就先不这么探了，我先把那个下边，其实可以这么看一看。哇，这是这个城的另外一边，有意思啊！我当时打完 BOSS 战好像是在神兽舞台，我在这么出去，然后走了这么一个东西，就等于是这个城是你到时候说是什么烧用那个人的火烧完之后应该是解锁啊。这个城跟这个树还并不是完全一个位置的关系，还是不一样的。那下面有东西，
因为下边东西应该是这个萤火暗的时候能拿到。那边那是什么？啊，这是那个教堂，好像有个 boss 还。那边上去为什么有一个很亮的东西？那边亮就相当于是这个地儿有光，没有光啊？太阳是这么照进来的？好吧，太阳的角度比我想象的要更弯一些。这边别告诉我可以这么着过来，实际上没什么意义。哇哇哇！哇，天哪！还好这个马快，可以没有掉下去。这是什么？这两人在干嘛？不是特厉害，小兵儿。没有东西。那边是一个那个一个洞。熔炉全护符，还有不全的护符，柔和，就是把熔炉给融合起来了，真的就是把所有之前熔炉护符的相关效果给融合起来了，但是会增加受到的伤害。我是没怎么用过这个护符，原来的熔炉的相关护符，我印象中是有一个能减少头部射击伤害的，但是那个护符也是会增加损伤吗？好像是没有吧，我猜可能这个因为是融合起来，所以是多了一个增加损伤的玩意儿。这个熔炉之母，这个东西说实话没什么用。原来是这个样子的，下来的时候我都没有注意到。对，这个地儿的探索我很满意。等于是这边可以这么着去，去完之后我猜这个前边应该是我想的那个地儿。这个后边刚才应该是绕了一圈。我估计就直着走吧，当然有个问题是那个巨人怎么办。好像有个技能是可以让我有四个了，可以让你不容易被发现还是什么？这个吗？暗杀？然后问题是我怎么走？这么走？那个巨人是在那边吗？巨人在那边。这东西持续多久？
结束的倒还挺友好，直接给你一个那个效果。那现在我再使一遍会是什么样的？他会把我跟丢吗？还是说一旦进入战斗就没有，就会一直发现我？跟丢了，好像是跟丢了，这个不行。好。这是那边倒的，应该是会倒的。我天，反正就是哪个角倒，它就是朝的是那个方向，一下就死了。好吧，这是这个大的什么石像还是什么？它死的动画声音吗？那么吵，让这个捣乱的人是解决了，可以回去。仔细的探索一下吧。还有狗，怎么没死？是我安的东西不对吗？差一点点的伤害，沿着左手的这个边缘探一下，那个建筑我好像没去过，好像是这个东西。这边现在这个天气是好了，终于是可以享受一下风景了。但那边这个树还一直在掉渣儿，也是啊，从一进游戏的时候就发现它在掉渣儿，现在还在掉。那边是这个东西，那个上面也是不太清楚能不能上去。真是老师什么意思？哦，下面是那两个人，坐电梯发现了一个秘密的那个地方。这边是萤火，这个楼梯的另外一边有什么东西吗？我现在应该是在这个东西上面，就等于是左右都是没有路的。然后这个巨人呢是杀了，这个岛这是杀了一个巨人。然后上边的东西，这个岛上我有打完巨人，我有仔细查看吗？投掷什么？是你让你藏在这个地方跟巨人对射的意思吗？你这个岛也是探索完了，再接着往前走。要我往下跳。然后这儿给了这么一个东西，
那是什么什么狗还是什么东西？之前特远的地方有个留言是这儿。哎，哇，这是那个游戏一开始那个 boss 哎，什么神兽武师还是叫什么？这怎么感觉这么卡啊？一个护符，不是一个，总之是经验值。那这个前边我为什么在抖？想想用什么东西打呢？还是用这个剑来打它？还是用戟？有点久远了，都忘记了这个 boss 是，就是特别难打到，你要拿这种攻击力高，就是看准时机打一下有优势，还是说拿那种快的在他攻击的间隙打，有点记不太清了。我们先拿这个武器试试吧。要是这样子的话，我估计要把这个穿上，因为刚才是重。然后可能还是拿打跳跃攻击，配个大盾打跳跃攻击，然后配上这个试一试。这直接跳起没事吧？好像没事。这怎么还没 buff 完了？这实在是太没意思了。来吧，这什么腐败？完，这是腐败吗？是腐败。全不认识了。什么呀？怎么这不认识了？然后喷，然后该喷了吧？能喷这跳棍能打到？抓拿。嗯，这有点黑。看不见了，我旁边是个什么东西？我的天，完全是一个死胡同。能不能亮一点？这个。我天，这还能穿墙？来来，咱们正式打好不好？不要搞得靠摄像机来战斗。没断了，五个 buff 够好吧？怎么有眼？还有一招吧，说话。我是跟着那个毒雾滚了出去，还是说整个场都是毒雾？这个毒雾能一直在往外升？
就是不是猩红腐败，这是一个中毒，不是中毒，是什么即死诅咒还是什么。然后我一跳下去就进战斗，等于是我的 buff 要在楼上加。这个是我的硬值太大，很，我还是喝，我刚才是在喝，我喝药的硬值这么大吗？没啊，没有看懂，这个看懂了。等嘴咬在那个什么，还是太久没有打就忘记了。而且我不说话了，这个怎么喷了一圈？之前喷了一圈，我防不到了。我天哪！这个真的是我不太享受。哎，这什么呀？这是还在下雨，我的雷抗性现在变低了。我跳了，为什么没有跳起来？跳晚了。刚才这是什么技能啊？认识了，怎么不记得我他放过这招啊？哦，这是那个连击，但是为什么在天上？我要带防诅咒，其他东西就是一个不要出错。
但是我带了好多灵魂。我应该是没有返回骨片吧？我怎么把这个 BOSS 战这么多灵魂给它带出来呢？不是这个不要了，带一个这个。我带一个速度快点的，我把这个摘下来。那些喷毒、喷不死的那个。那些小怪，我不太清楚这个。当然，这剑我才发现没有升满。我估计我再试一把，就是看看他的这把剑打小怪怎么样。这什么界面就刚那个滚是 Q 出来的。什么呀？这。这个看懂了，太快了！这是连击吗？不对。为什么现在这个怪这么老实？还有一只。这我白吃了。布雷。怎么还在喷？我以为喷完了呢。看不见了，你在干嘛？哇！听到了。刚才那个我都不说什么了。往远跳。怎么又变这个了？不要喷东西吗？怎么这是什么？你明白？还在连接，
这完全就已经不认识了，他动一直在转阶段，联机的途中就转了个阶段。我在防御啊，为什么一直在掉血？我的天！知道了，地板的技能，这怎么躲啊？我滚了，他的不说话了。这是什么？他怎么浮天了？看不懂。给东西了吗？神兽龙卷风是个战技。我觉得你多了一个死的接那个就是元素属性，我完全能接受。但是你出小怪，我觉得就不享受了。你完全可以把那个元就是。彼此的东西调的难一点，但是弄小怪这真的就是很多动作游戏，我觉得就是设计的 BOSS 感觉设计的难度不会加了，就最简单的方法就是 BOSS 战给你小怪乱入，不停的乱入，我觉得这个难度真的是没有什么让人有享受的。等于这个前面是我之前说的那个地儿，我跳下去应该就回不来了。这个 boss 死完之后，他没有萤火是吗？等于这边除了这个 boss 其实设计的不错，但唯一的一个问题是摄像机太恶心了。刚才很多阶段应该是有一段时间那 boss 在天上应该是一个浮空，然后稍微等那么一下，然后他会朝你冲过来，冲过来之后呢是再浮空再冲。一开始开荒的时候我记得那我老中那招，就是因为他中间的是有一个停顿，在你掌握好节奏之前那个停顿经常是总之是滚走。刚才有一个阶段好像还在边出那招还在边转属性，真的我是完全是看不出来，也不是看不出来，只是我判断出来是那招了，但是 BOSS 具体在做什么真的是不太清楚，我完全是按照印象去滚的，因为是摄像机实在是太恶心。这 BOSS 我觉得挺可惜的，摄像机好像我觉得锁定的地点的问题，之前打龙是确实是很难受，就是你锁的头，但是龙我至少发现可以不锁定可以去打，好像黑呀。刚才那个 boss 可能还是我应该再试试的，不锁定。好像没有东西了，这边就是我之前说的那个地儿。
这。刚才我感觉我打到了他飞天就没有神鸟战士，还不是什么角人战士，这个可能是一个更高级的一个东西。11.6 14稍微重了一点，就是重了一点，然后防御高了一点。太黄了，是因为我开着灯吗？还是什么？好吧，像这个地儿，我觉得应该就是我之前说的那个地方。之前来这儿好像是拿了一个护符，那个护符是什么？好像是你很肥的时候是能加减伤的一个东西。别的话，这边也是没有什么其他东西。这个设计倒是挺有意思，就相当于是你打一个 boss， 然后回到最早一开始发现一个地方。那这边应该是，我觉得探的应该是都差不多了。之后的话，应该是这个花蕾教堂。但这期也是额外意外的遇见了一个 boss， 所以说是比较久，肯定是要结一下。下期的话呢，是看一下这边这个花蕾教堂里边的 boss 是什么样子。而且我也是比较好奇，这边我打完之后，他是往来这儿用那个什么火去烧树，但是这个树在这边，这是什么一个情况？总之，这肯定是一个主线的 BOSS。我先打完之后，我是比较好奇后边剧情那个发展。我们这是下期计划，这期呢时间关系就在这儿先结下，也是相当喜欢，我们下期见。